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同学回到智慧商务导论课程。本课程的内容为财富管理篇。传统上，我们要进行财富管理的时候，通常会到银行。可是呢，像银行里面的理财专员，我们又觉得说，哎，自己的资产啊，可能又不够，所以说啊，通常对理财专员啊，会有有点害怕。可是呢，随着啊，网际网络还有行动装置的崛起，智慧商务啊。 然后，智慧金融的崛起啊，现在财富管理的门槛也逐渐降低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探讨智慧商务导论里面的财富管理篇。然后呢，本单元学习的目标与大纲，第一个是金融科技，然后第二个是群众募资，第三个是保险，接下来是投资管理，接下来是量化投资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金融科技里面的群众募资。 金融科技，所谓金融科技呢，就是传统上的金融 （financial），然后呢加上科技 （tech），n i e 透过资讯的技术来提升啊传统金融服务的效率，也提供啊大众更为便捷的金融服务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 FinTech 的范畴，第一个是支付，就是 Payments；第二个就是保险 （Insurance）。 然后呢，第三个就是存在 d e p o s i t and lending），然后第四个就是筹资 （capital raising），第五个投资管理 （investments and management），第六个是市场供资讯供给 （market provision）。可是呢，里面呢、哦，其中啊，就是金融 f i n t e c h 的范畴里面啊，哪些啊是属于啊财富管理的领域呢？其中啊，就是属于投资。 保险还有投资管理三个领域，这个这些三个领域啊，都可以归类于 FinTech 里面财富管理的领域哦。因此，本单元将对此三个领域在 FinTech 金融创新进行介绍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群众募资。传统上，当公司啊需要募资的时候，或者说个人想要创业的时候啊，它的募资管道通常第一个是金融机构，还有创业投资机构。 接下来啊是寻求啊政府的补助，可是呢现在则可透过啊群众募资啊来募集啊我们要创业，还有公司啊要募集资金啊扩充厂房所需要的资金。第一个可以透过网络平台发表你的计划内容，例如啊开演唱会、个人专辑、发起游行及讲座等，像啊。 我们啊，小时候或者说我们长大后，都有个梦想，想要开个人演唱会，或者说发行啊，你觉得你的歌声不错，发行你的专辑啊，或者说你觉得说你有一个目的，所要发行的游行，或者说你想举办一个讲座啊，到可是呢，这些资金要从哪边来呢？你就可以透过网络平台发表你的计划内容啊，然后群众募资哦，有分成三个类型，第一个是赞助型，第二个是债权型。 第三个是股权型，所谓的赞助型，就是啊，募资者获得赞助者所提供的资金时，募资者未来啊无需偿还资金，释出股权，因此啊较为啊单纯的资金来源，可细分为回馈式与纯粹赞助啊两种类型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回馈式赞助。当募资者在募集资金时，承诺赞助者。 若能成功募得所需的资金，赞助者即可获得募资者的回馈，例如啊，回馈募资计划中的商品跟服务哦。接下来是赞助型，纯粹赞助，当赞助者赞、啊、助资募资者之呃金钱时，募资者无承诺提供任何回馈给予赞助者。接下来是债权型，债权型的群众募资概念啊，跟银行的借借款是有点是相似的。 当募资者向赞助者募集资金时，需承诺在未来的某一个特点偿还本金跟利息。这这样子的概念，哈，就跟我们去向银行啊借钱，然后投资一样。另外，募资者在寻求募资时，需同时减负啊，能证明啊自己的还款能力、信用平等等物件。像我们啊去向银行借钱的时候啊，其实啊银行啊也会去联联征中心，然后征信我们的信用平等。 接下来是股权型，当赞助者提供募资者资金时，能够获得募资者的部分股权。将来若组织营运状况良好的时候，并能够啊将公司上市上柜啊，然后其赞助者也可以依股权啊获得相对价值的股票。像啊，如果说苹果啊当初在创立的时候，我们、啊、可以、啊、投资它部分的资金，然后呢，然后获得它部分的股权。 你看，等到苹果这时候啊，它的市值这么大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价值啊，股票价值就相对啊，非常高了。小杰，了解金融科技的领域，接下来啊，了解啊，投资啊，保险和投资管理这三个领域啊，可归为金融科技、财富管理的领域。最后啊，我们啊，在本单元可以了解到群众募资的类型。本单元呢，到此啊，告一个段落。谢谢大家。